激烈。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男子73、81公斤级的比赛，在本场比赛中，由我们来自天津的选手吕小军的登场。在今天晚上的比赛中，我们有请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把您今天晚间最大的热情投身在今天的这个举重空间中，让我们伸出双手，为即将登场的每一位运动员呐喊助威，来一起为他们鼓掌加油！谢谢。那么也希望在运动员试举之前，我会带领着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一起为我们的运动员加油。当我喊到一二的时候，我希望能听到你们真诚的、整齐的加油声。来，现场的朋友们，和我一起现在加油！
Thank you.
1.2 公斤，教练重量增加到132公斤。十号新西兰卡梅伦第一次试试一号准备。
139公斤，五号古曼斯坦梅托夫第二次试水，三号状元。Notice for reporting to us, please, for the first event of Miyamoto from Japan, number 4-4. 管理重量增加至140公斤，三号日本山本俊树第一次试水，四号状元。Yeah.
提供。One forty kilos, third set of 140公斤，10号新西兰卡梅伦第34世纪1号准备。Thank you.
Thank you.
成功，教练重量增加到149公斤。六号中国袁成飞第一次试举，七号准备。Touch it!
biggest man, and the 11th in front of him. 成功，教练重量。 And new champ Chu Dua, 151 kilos, waiting for the second attempt of Choi Chong Kee from TPR Brazil, the 12th in front of him. 教练重量增加到151公斤。 151 kilos for the third attempt of Oshimarov, his biggest man, number 8 in front of him. 教练重量增加到151公斤。 12号，乌兹别克斯坦托什第三次试举，八号准备。
from Turkmenistan, third attempt, number 15 to be followed.
成功，教练重量增加到157公斤。八号图曼斯坦雷耶夫第三次试图，收报准备。159 kilos, please, for the third attempt of Richard Paul from Turkmenistan, number 15, get forward. 教练重量增加到159公斤。八号图库曼斯坦雷波夫第三次试举，15号准备。图库曼斯坦的雷波夫将完成他的最后一次。抓紧来，现场朋友们，拿出天津人的热情来！一二！谢谢你们。
14.4 成功，表列重量组看到161公斤。15号中国吕小军第三次试举，14号准备。14号中国李大云第三次试举。
将向这个重量再次发出挑战，完成他的第三次抓举。来，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为大英鼓志加油！来，一、二，加油！一、二，加油！一、二，加油！抓举比赛结束，休息10分钟，我们将进行精彩的挺举比赛。